阿弥陀佛，各位菩萨师兄师姐们吉祥。今天继续为大众开一个节目，是限量。因为上两集我们已经帮大众呢提出了法称大师的因明学说，现在就进入他最精彩的，就是限量比量，让大众更清楚因明涵盖了什么样的成分。话说法称大师，他其实是那烂陀寺的住持。那在这个限量比量，他为什么量不出一个真正的结果？应该是说不是没有结果，而是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我们根本就看不懂限量比量，因而经常会有很多的就是因明产生的争论不休啊，也就是龙树菩萨谈的，你为什么常常在细论呢？一个在讲世间法，一个在讲出世间法，达摩祖师跟两地的状况是一样的。以及我们上一集在法称第二集的尾端，大家可以在有印象的就继续听我讲，没印象就往回影片上去查来看哦。你搜索 YouTube 查世心月法称，有第一集第二集，你锁定第二集的尾端，你重新看一次。那正量部认为，既然你为是无法谈到佛的境界的正量，那么你那个凡所有的事情都是唯心自闹的话，那就是心外无境。既然如此，你根本无法谈到，就是这个只不过是适用于凡夫的境界，而佛的境界哪里来的唯心无境？如果唯心无境的话，那么到底佛在度什么众生？佛的净土在哪里？就是在正量部看来，唯识呢，他就最集中了他的，就是这些小乘原始佛教的思想的人，正量部就集中了瑜伽行派，也就是唯识学说的这个最大的一个要害呢。其实他们两个呢，在讲的事情啊，有点说复杂，也的确是复杂。为什么？因为很多人对这个逻辑学不是很够明白，也就是这样，我才今天又很就是很殷切的赶快又继续要来跟大众谈限量以及比量哦。因为他这些学说呢，对汉传佛教他有点陌生，量这件事情一直都是并不是佛教初入门的就是一个学说能够探究的，一定是就是可能要很熟悉，就是像翻译的学生啊，翻译佛经的人，或者是研究生，就是真正已经到达了在做研究者，才有办法去看懂就是所谓的正量跟量的这样的学说，就是限量比量的学说，大部分都停留在一知半解以及完全毫无头绪的情况。那它为什么复杂？也就是关系到我们刚刚所讲的正量部，他认为唯识啊，你这个学说只一直讲就是唯心自闹嘛，对不对？心外无境，那你这只适用于凡夫，不能适用于佛说佛性思想。既然如此，你这是无用的学说。事实上真是如此吗？还是那一句话，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孩子是母亲生的，孩子是父亲生的，就是没有办法讲出一个真正的核心。也就是说，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逻辑，也就是大家就一直在强调这个孩子的细胞几部分是母亲的，几部分是父亲的，就是因明学。可是那个内明啊，为什么没有办法清楚？也就是中观最难懂，中观的它这个缘啊，有没有缘起性空？那这个空的因缘，大家根本不是很明白。也就是因为不是很明白，它最后的中道是无法掌握的。然后也因为这个缘，大家都只有知道因缘跟所缘缘。那在因明当中呢，又特别把这个所缘缘，它为什么会有这个限量比量的分别？原因出在哪里？就是对这个心性不明白。
也就是说，因为对星星不明白，你怎么会懂得缘这一件事情呢？因为对星星不明白，也就是说他的答案，他们最终发展到最后，他们就去找那个楞伽经，就是达摩祖师的楞伽经，去寻找星星的答案，才把一些就是矛盾，把一些阴明学的这种就是无法正量跟能够正量的这种分别，做出一个统整跟一个逻辑，就是最终的一个逻辑。那么在这个样的发展当中呢，要帮助大众，就是说你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叫做心口合一，什么情况叫做心口不一，什么情况叫做就是知行合一。也就是因为大众没有去熟读就是整个中观思想，还有下来的瑜伽行派，那我今天就用历史的方面呢，帮助大家梳理疏解，它其实是有这样从印度学派的这样源流，一直一直发展到这个依敏的学说，然后这个依敏的学说其实很关系着我们对唯识的一个认识，但是很多人呢，如果这一点没有清楚的话，他直接就跑去读禅宗思想的楞伽经，恐怕他就会，唉，也是条鬼狼鬼了哦。就是意思是说，他根本是掌握不了，就是什么，就是对境心竖起，菩提坐摩常，或者是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又或者是本来无一物，有没有何处惹尘埃？就是这三件事情，它会停留在这种见跟顿的这种差异性，也就是因为限量比量这个阴明学，它最终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在于我们上次所提第一集有所提到的相违决定，有没有陈纳的相违决定被法称他已经看破了。看懂老师的学说的一个缺陷，但是事实上它真的是缺陷吗？也这又有带商榷哦，就是说其实是各执不同的一个思想哦，而也造成这样的学说已经进入了西藏的学说，然后间接也发展了很多西藏的文学，然后因为这种依敏的思想，然后进入了因为道理越变越明，越不明白越推究于就是楞伽经的心性，所以大众呢就开始有一种就是有没有从讲理论讲到最后讲心性，就是讲文言不是讲文言文，就是已经不讲道理，讲情感了，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哦。那也就是很符合我现在要跟大众讲的，就是说学阴明学到最后要学到皆大欢喜利乐有情，否则你的唯识读的并不是真正的真理啊。话说佛家的逻辑就是称为阴明嘛，那它就从印度这一个一般的逻辑学所谓的正理所发展出来的，正理的学说就形成了一个很晚的一个时期哦。在佛家里面就是称为什么阴明，用阴明来重视，只要谈到阴明大家都很开心了哦，哇，辩论啊，对不对？讲的比较好听叫辩论，那、事实上就在吵架，吵什么？吵佛学思想。这吵架的事情大家最想听了，都想知道谁对谁，谁赢谁输，谁对谁错，谁呢知道的并不够周全，而谁的逻辑呢，他的那个见解的形式啊，他的思维形式是比较透彻，而且讲的浅显易懂，乌龙天啊乌啦，什么都听得懂，听得懂的佛学我才支持他啊。这个法师他讲的佛学如果让我听不懂，不支持他。其实当初月观啊跟这个月称啊，他们见面的时候，月称不是很崇拜这一位月观吗？月观他就说他其实在品德上就赢了月称哦，因为那个月称是觉得说，哎，有人来踢馆，对不对？还是在家中哎，那么你到底有什么能耐？然后他也不讲清楚他是谁。月观啊，刚开始见到月称不讲他是谁，他们就有一个故事哦，就是说
这个月称就看到这个人在家中，然后九请四请也请不来，然后都在门外，所以他就只好跑出去见他，而且给他考试。这个月称的口气，月称大师那时候有点比较就是心浮气躁，所以他辩论在最后才会输了月官哦。大众就会认为月官才是有没有干入，他的愚且无着的学说就是为是是干入，而月称他表述的是一部分的龙数学，但是因为他的做事跟说话不够委婉跟谦虚以及有道德，所以让大众产生一个印象，就是说龙数学说它是药，可以医治人性的药，可是呢它却也是毒药。为什么产生这个缺陷，从以上这个我等下要讲的故事来看哦，可以知道一点端倪哦。也就是月称看到月官的时候给他考试，然后考说你懂什么书吗，然后月称就讲完了之后，哇，月官讲了他懂了哪三本书，月称一听吓一大跳，就是波逆尼书，对不对？波逆尼书就是讲声明的嘛，那你声明会，那你就是所有的什么巴利文啊、梵文啊、西藏啊、各国语言你都通啊，阿弥陀佛、哦。这些都通了，你怎么可能佛教的那个经典会看不懂？一定都通。然后那个第二个就是那个百五十赞，对不对？哦，百五十赞，哇，百五十赞也会。那么你就是那个显教的真理都通了，这本书你懂，那显教讲什么你都懂。然后第三本就是密宗的、密教的，他也懂。三本书都懂，懂密教又懂显教又懂声明，那么这个人难道就是月官吗？他就说是，我是，他们都称为我是月官大师。月称这时候吓一大跳，就跟他说，赶快，你怎么没有说清楚你是谁呢？我应该请众僧人来排一个大的排场迎接你才对。可是这个月官就说，不行，我乃一介凡夫，一介在家众，怎么可以让僧众来迎接我？这个月称啊，他这时候就有了一个就是计策妙策哦。他其实就是他佩服的是一个贤良的人哦，你要听他车吼，这个他家伙，我就尊重你啊，我就尊敬你，尽管我是僧众，有没有？我就佩服你啊。他就要请僧众来迎接他，月官拒绝，我一个在家众不能让僧众行此大礼哦。他其实也很懂分寸哦，因为这样是削弱了自己的福德，的确是行不得。可是月称想了好办法，他说没关系，我们哦请文殊师利菩萨这个佛像要进入殿堂，你呢月官你就站在于文殊师利菩萨，然后就是挽着文殊师利菩萨的佛像，这样我们就一起把你们两个，你跟佛像一起迎接入殿堂。你看月称这时候就表现了大气哦，那种大将之就是大家风范哦，就是说他也给月官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从这个小小的典故我们可以看清楚，就是说一个很真才实学的人，其实他很谦虚，其实他很清楚，他的谦虚来自于他懂得其中的秘密，其中的利害关系，并不是他矜持，并不是他嗔怒的时候是嗔怒，或者是说他喜乐的时候是绝对的喜乐，而是这种大家，这种大学者，他们其实都有一定他们的，我们都讲啊，那真是怪毛病，有没有？不是，那是我们看错了，就是说也不是他们作假，就是说怎么那么多的规矩，不是这样，而是他们很清楚这种细微的对自己跟对大众整个观感的利害关系，他很懂得关照，然后很懂得那个前因后果。就是月观他真的是有把龙树菩萨的那个中观学得很好，他才能够应用在生活法。也就是这一点呢，让我们看清楚，就是说英明他就是
一种辩证的范围。而这种辩证的范围呢，你如果要让大众都能够佩服的话，你一定要有一种典范。那乐观呢，他的确就做出了让乐称跟众僧人佩服的典范。你看他能够提出，我是一个在家众，不能让整个僧众排大排场来欢迎我，他必须低调。但是那个乐称 是个真正的僧众哦，他很清楚，就是只要是有真才实学的人，他奉为上宾，他才会真正的开解他。有没有？他们后来是不是辩论了七年？为什么乐观可以卯足全力去迎接这个挑战，而且愿意奉献佛法？其实他们，我们看起来就是僧众好像在吵架辩论，事实上不是，他们也都是为了大众，要让他们明白真理，然后再阐述，就是弘法的意思啦。就是说他们是愿意奉献心力，然后愿意给大众呢明白这个真理真相，佛法的真正的教义。你看他们用心了七年，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话说这个英明佛家呢，它其实发展的稍微比较晚一点哦。那在印度的学术就可以从正理这里面的学说呢，用五分论式的行迹可以寻找到。在公元后的第二世纪啊，就是在那一位迦腻色迦王的时间呢，就会看到王同时的人物就是谁啊，那一位遮罗迦跟马明的著作，他们涉及了五分论式哦。可是这比较那一种希腊的这种哲学来看哦，这种形式的逻辑又好像太发展的太落后。也就是说佛教的英明它虽然已经崛起，可是它发现的太晚了，人家西方的那种希腊的逻辑哲学早就已经很先进了，那我们现在才出来，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是异军突起发生啊，他那时候的英明学说看起来是异军突起，可是事实上比较希腊逻辑的三段的论式呢，就是感觉就是好像还不足。可是还有人就推测，就是说你希腊的逻辑虽然很精彩，可是你那三段论式是受到了印度的正理说的影响，那么你既然是受到这样的影响，又自己发展自己的逻辑，当然是不正确的啦。哎，所以在第二世纪的时候，印度就将这类的思想顿然做一个开展哦，构成了什么正理学派，大家有兴趣再去查。就是说听说这个正理学派的学者就叫做竺木，有没有？竹下的竹，眼睛的目，竺木，就是有了一种专，就是注册商标啦，专门的著作跟十六地，有没有？就是他们发展了一个真正的学说，就是正理学派跟十六地哦，地说的地，接地接地的地，那延展了整个组织的学说。这时候呢，就是佛学这边的这些佛教僧人的学者的思想也就很广泛，一直流行这件事情。可是这种学说呢，又取着一种反对的态度。怎么说呢？就是在龙树的五部主要著述里面，有两部是专门破正理论，那这又觉得很奇怪哦。就是难道大乘的思想是不需要去遵循这种逻辑的途径吗？也不是。你看其实龙树菩萨的思维已经发展到，就是已经超过正理的阶段，已经到达了就是辩证的范围。他所著作的一种中论就是一种辉煌的典范。其实龙树菩萨的中观呢，并不是完全的英明学。英明学是从轻辩这一部分有没有开始去开展，但是你看谁，乐称他却是从一种思想上去发展。佛护跟乐称他们就是从十地菩萨的修行阶位去发展龙树的学说，而这又不一样，跟法称的这种有没有宗因欲和结，有没有这种五段论式的这种辩证方式又不一样。所以一个很理性，一个很情感的，啊，如果你把它划分出来，就变成两个中观学说。可是你看这个英明，又把它到最后又串出了整个唯识学说。
所以你要清楚啊，就是收看我节目的前面的大众啊，学习榕树中观何其重要。如果你不懂这一切，你就直直的就跑去读《金刚经》《楞伽经》，你真的是读的是阿天阿鲁伊阿鲁沙龙摩，你真的是会就是一知半解，而且你会读错了。就是说，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你会有状况，就是不能只有懂唯识，你还要懂中观。不能只有懂音名，你还要懂楞伽经。懂完了这些有什么用？利乐有情，皆大欢喜。因为音名它就是成立了之后破，但是那榕树菩萨他在破的当下又告诉你，整个思想上建立在就是一个菩萨行菩萨道的修行的阶位阶梯。所以这一切呢，让大众觉得啊，榕树菩萨你真是一个不简单啊，哦，不简单的一个，就是他能够，就是把外道很诡异的学说举出来，然后他就在做证明，然后破他。你执着什么破你什么，但很多人都只看到破，而没有看到立。其实榕树菩萨虽然不立，但是呢却能够让人因为破了这么多，一定会去思考，然后思考出一个结论，那个结论就是他成立的部分。也就是说，断执着，断了执着之后呢之后呢对，断了执着，断了执着就是涅槃啊。涅槃之后呢，涅槃之后就是顶礼佛啊，有没有？佛你真伟大，竟然有办法让我断执着，有没有？断了执着就出离生死，之后呢与佛同在，那还有什么之后？就是我们追索的嘛，追寻的嘛，追寻的那一种大涅槃，就是追寻的一种，就是说已经与佛同在，然后不要再钻那一个字，有没有？就是钻那个语言像文字像，就说哎，涅槃也不可得，这不这是不需要的哦。所以如来藏才会产生出来。所以整个榕树的思想跟那个唯识的思想，它发展得很成功，也就是我说的皆大欢喜利乐有情，到佛的境界，到佛的一个证悟的一个正量，它根本是无分别的，无分别智，也就是正量不再推翻唯识所说的。佛的智界，佛的境界是无分别智，你分别这么多，你根本是无用之说。可是这太可怕了，这是不对的哦。你这样就是整个推翻了唯识人家的努力。那么如果是凡夫的一到七地都不能成立，一到七地就是波蕊现前，第六地波蕊现前，你那个欢喜地不起来，离垢地不起来，发光地不起来，对不对？圣会就是宴会地不起来，男生地不起来，哪来的波蕊现前第六地？就是说你不可能把前面都推翻掉啊，你推翻掉那么没有这个很稳扎稳打的底层，你怎么出世间，怎么到佛的这个佛界里面无分别智？一定刚开始是从分别开始的嘛。所以一敏也就是产生的，就是说这样的结构，就是属于说哎可以议论的哦。哎，你没有去议论，大家怎么会对佛法有兴趣，对不对？那西藏学者他们传说，就是佛家最初的一部一敏著作是法救，佛法的法，救命的救，就是在于这一本法救所写的论义门论。那这本书已经失传了哦，内容跟也许就跟方便心论是差不多的，可是这是后人所推断的哦。事实上真是如此吗？有待考究，这是我的怀疑啊。就我觉得就是说他到底是用什么来归纳为跟方便心论，跟这一本失传的论义门论就跟方便心论就是一致性的，它到底是用什么做依据？那就是因为此论在传说，就是说一敏的创作早在榕树时代早就有。的确我在读榕树菩萨的中观中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怎么那么像一敏学哦。
可是呢，也不那么完全哦。就是说，它虽然有一部英明，但是其实结构上呢，只是属于就是在破外道，有没有？比较就是在论义的那一部分，就是它其实还保持的，就是说一些很正理，就是正知见的这一种很重要的特质，但是并没有被就是。没有出一个像法称这样的学生哦，法称是看到了英明，把英明提出来，但是就是他正理的这一部分没有出一个像法称这样的学生，就是把那一个正理的部分又提出来哦。那等待你们，等待我们哦，看我们一起努力哦。就是重视他跟佛家的那种自宗所谓的内明，也就是我现在讲了，那个龙树学的心性学怎么没有人去把它提出来，有没有？我上一集就有跟大众说，为什么法称去发展阴明，不是发展内明？好奇怪哦！也就是说，他发展的是那一种，就是说，他推敲的是那个相的因果中之因，怎么没有去看心性？所以世亲就努力发扬了什么？就写了这一本《论轨》，轨道的轨，哦，还有《论事》，公事的事，论就是论文的论。论轨跟论事这两本书呢，都是经我们考定的，就是说它其实西藏翻译的什么书啊，解释道理论出来的。也就是这一本论事呢，其实只有别的英明论当中一种片段的引用一些文章而已哦。另外还有一本就是陈直难论，成功的成，质量的质，难是就是为难人家的那个难哦，发难人家。陈直难论就是汉译的，就是这一本陈直难论其实就是汉译的一本书，就是如实论反直难论，真奇怪哦，他也就写反直难论了，他还说这本陈直难论就是如实论的反直难论，好，所以到底是不是同一本书哦？那当时呢，就误传说是世亲所著作的。到了世亲的弟子陈那呢，就一直发展的就是这一部论说，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陈直难论跟汉译的如实论反直难论。所以大家对陈那的学说有一些看不懂，那你就再回查我刚刚讲的这个陈直难论。那这时候呢，陈那就写了一些小品论文，就是在西藏所具有108部，但是呢义净大师却只有列举了7部而已哦。所以他自己就觉得说，这7部我就给他总结一部叫做大部作，叫做极量论，就很出名哦，我们就比较懂极量论，就总共6品，然后247颂，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些长行的注解哦。其实就这样看起来，就是说义净的一些著作《极量论》只能做参考，因为他把6品的《极量论》呢，就是做了一些注解这样子。因为总共西藏是有所以你的藏文也很重要，108部文，那当然意境翻译成汉文，只有写108跟7，这是差很多的数字哎，简直那100都不见了，有没有？所以你这样怎么会懂那个量？所以我才说，我的节目开播其实只是讲到9牛1毛哦，那事实上每一个字呢，影片当中都只是列举了，真的是9牛1毛，所以你一定要耐住性子，好好的读啊，好好的听啊，然后听不懂多听几遍。这一部论的各品其实都有陈那他自己创新的一些意见哦，那就是说对本宗的这种旧说跟他宗意义的批判，他的性质就是一种集大成的，所以就不用再讲了啊。随处阐明的思维逻辑运用了矛盾的一种规律的法则。矛盾哦，他就让你看有自相，对不对？
然后又有共相，而这自相跟共相他们的分别在哪里，就在于就是真的就是分别所以很好判断啊，为什么有自相，为什么有共相，差在哪里，就是能够分出来嘛。可是你如果再以希腊的逻辑来对照，显然其实就显得这种阴明学是很特殊的哦，大放光彩。那陈南门下的这位自在君跟天主会有没有，他在论证当中又有一些专长，就会加以发挥。最重要是我国的这个我们那一位中国的玄奘大师，他所传译上来的弘扬的阴明理论呢，也就偏重于这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你懂阴明学就会跟玄奘大师一样，非常的有系统的去做翻译哦。实在就是说你这样看起来，因为108被切到只有7部传来中国汉译，然后又传到玄奘大师这里，然后玄奘大师这里又传承了只是那个7的一部分，所以感觉就是不是很完整啊。既然不是很完整，可是阴明学还是有它需要就是表扬的，就是法尘。法尘你没有把这个最初他就是，如果这一位法尘他没有就是去做这个阴明学的话，而且就是大家推论法尘跟易净应该是同一个时代的第7世纪的人物哦，那他就是先学习了陈那的极量论，感觉有很多论点不能满意嘛，当然不能满意啊，这怎么满意呢，对不对？那原本有108部被剪到7而已，这样读下来都很少，而且法尘又是陈那的弟子，然后又只是把陈那的学说的那个一部分的学说把它拉出那个阴明，所以我们学到的都只是方法论，而不是真正的内明。